姥姥，这玩意儿煮出来全真的是臭的。你等什么？做好了你肯定喜欢吃。我就算饿十天都不吃这。你等着，做好了让你好吃的蹦起来。打几个公鸡蛋放进去。姥姥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能好吃吗？香不香？你待会尝一下就知道了。先给配料炒一下，再来擀个饼。喜欢吃芝士的可以多放一点。姥姥，这好有食欲啊！又哭起了吧？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再来给它蒸一下。姥姥，你这么喜欢吃螺蛳粉，我在美团鱼眼上给你买。现在点下方链接，新春第一次下单才1分钱，满6块还能减3块呢。好多网红零食，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。吃的倒是你强项。